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吴琼医术中心的志工杜耀基吼。啊，今日真欢喜啊，大家伫这只无闲的当中，尤其阁是这个星期假日吼，啊，会当跨下来参加这场咱或者李秘书的头衔的台阶，要介绍介绍了啊，这医生嘛会使讲，教授嘛会使讲，你们大家嘛会使讲。我们讲个头衔，我怕来讲个老婆难争，所以咱就简说吼，免介绍较清楚。啊，相信大家人手头也有一张真济，有一张咱个林秘书，然后咱就讲暂时讲林秘书的一寡介绍吼。那么，这个首先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大概甲大家做报告，就是讲真感谢大家挂下来吴琼医术中心来参加这场这个吼暗节这座谈会。来听这个林秘书的一个经文，安怎哩经营台湾文化？啊，这人讲起吼，是台湾迄文化的教父啦，教父。对台湾的迄个文化、迄个执着，甲对台湾文化迄个热爱吼，是来讲真少看吼。伊美国啊，曾经有当过，我伊讲咧1968年就去美国，啊，1997年，啊，伫这个咱。陈英英的医生吼，陈英英医师啊，甲这个搁一个仁诺医院，一个迄款迄个吴庆荣先生吼，迄较早是咱美国前总统迄个龙阿瑞根的皇帝御医哦，安尼甲伊三请四请，安尼三请五请，咧甲半请倒，啊，等下到要来医台湾，吼，一间要等下医台湾的日本，所以。诶，可能唔知讲伊个正名是林哲雄吼，林哲雄。啊，可能今麦大家听林恒哲比林哲雄较出名。啊，我昨日去宜兰吼，做一寡朋友请吼，我甲讲吼，你宜兰人吼，行出门有风，啊，但是吼，伫台宜兰人有风是对啥？对台湾东华时代慢慢啊变主化了，大家听着，是昆丹玉桂有心林义勇咧吼，诶，真少人知影讲。咱秘书嘛是宜兰人啊，哦，做宜兰人吼，作为一个宜兰人，应该是来交民主吼。啊，恁在座嘛，刚刚有民主的这个老孙啊吼，是吼，是我讲伫你马外的发表伊个讲话吼。所以今日真感谢啦，因恁李秘书的背景故事嘛，我们可再去做简单介绍吼。因为伊要讲伊讲袂完，伊提过不管伊的著作。不管你翻译过，不管你咧英国个铁达街，迄个罗素的一寡罗素传啦，或者只讲伊即个也去过即个台语基金会王毕业，最近在退休啦吼，我有问伊对伊个问题，伊问你真正强，所以伫只学术界吼，照讲应该是甲咱做台南企业的文化部，应该做文化部部长，哦，台湾即马是要文化部啦，啊，但是咱希望讲伊龙应台即马。趋势之下，台湾马上真紧会当成立这文化部。台湾老文化部吼，像有秘书这块的人，应该算是不计算吼，应该是不二人选。啊，总是啦，这种问题。郑道雄嘛是迄个唔对啦，啊，但是，是啦，当然爱有志气，爱有迄个信心吼。啊，总是哎，要安怎找回台湾的这个魂？要怎找回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文化是足水的，但是真可惜，真侪人对台湾文化无够了解。啊，第四间吼，咱找去了，真侪人讲台湾 is no culture， 那我们要不 no culture， 我的 culture 足侪，足丰富，去个国民党来台湾，把咱糟蹋，啊，把咱安尼文化所谓文化拢把咱蹂躏，安尼把咱欺负啊，把咱打压，把咱出些文化未当发挥啦，无发挥空间。啊，包括你看，咱过去，台湾人即台台语啊，即台语文啊，是讲即个台语诗啦，是讲台湾话啊，台湾歌，拢无用吼。我1994年去加拿大托伦多参加一场世界语言学会，关于个啥物啦，就一个研讨会，有人甲我问讲啥，听讲即个世界吼，有一个国家的人袂晓讲妈妈的话，就是咱。伊个生命内底吼，有人去问，请问你敢相信美国人个囡仔袂晓讲英语，大家拢害怕？请问你敢相信日本人个囡仔袂晓讲日语，大家拢害怕？
请问你德国德国人的囡仔敢袂晓讲德语？啊，人人讲不可能啊！德国人的囡仔哪有可能袂晓讲德语？但是不行，伫亚洲的所在，一个所一个所在，一个真水的岛，叫做佛摩萨的所在，有真侪人人袂晓讲妈妈的话，啊，这是让咱感觉足悲哀的吼。湖南人伫台湾36、36几年，嘛无法到人袂记到落。日本人来台湾50年，嘛无法到台湾人台语甲好无去呢。哇，是国民党来台湾，短短20几年，我台湾人阿公甲阿妈还是学孙来听讲伊呢。所以我在有真侪人甲我问讲，为什么呢？即个马英九送初儒即个人呢会袂晓讲台湾话？啊，英语好，英语还好讲。我甲大家报告，因为因这人来台湾是机会者。机会者通常免有比机会者的语言，但是有甚物人讲伊会用会用讲英语，伊去美国是比机会者，伊去到美国迄时候是比机会者，伊毋是机会者，所以伊去学机会者的语言，所以这人拢会用讲英语，这人会用讲台语，结果变成悲哀。啊，咱看人民书记，1997年比较早吼，伊就一世人为拢为着台湾的文化，啊，伫亲近台湾的这个文化，啊，伫为台湾的这个文化。为台湾人去精神吼，啊，大家咧，而且讲非常认真啊，非常拍拼。我若看到讲伊安尼一个遮尔只勤劳、遮尔只骨力，而且中者安尼吼，为台湾安尼许去拍拼，阮要休息时嘛唔敢，脚步唔敢停落，所以阮继续追随着伊个脚步。来，请大家甲咱林秘书打拍拼，好个。多谢这个黄院士的这个介绍吼，还是我无遐容易带人吼。我今日要介绍这个蒋渭水啊，甲这个会非常好，这个真正个才是在干这个会带。来看因咧面头前吼，咱就今日吼，就感谢吼，咱对上面来先介绍去张兆龙吼，其实吼，张兆龙是。你新娘搬的感觉，到日本时代五千年啦，哦，日本时代迄个五千年，你当五千年写这个，写200万字的日记，是医生内底写日记上侪。啊，日本时代有三个人写这个传记，高聪明，啊，搁五千年韩秀传，哦，我有出版五千年甲这个韩秀传，哦，哎，伊就是搬这个南部文化的东西，因为时代发展。哦，全世界上最发表的就是恁家，恁四五百万人吼。恁这个在座这个胡静云的妈妈，吼、哦，胡静云妈妈，吼、哦，胡静云就是发恁家，胡静云是鲁宾斯坦，哎，冠军就对了，吼、哦，世界级的，吼、哦。啊，大家唔通打鼓的切切，大家打，哎，但唔知你到，我唔知叫唔叫他们切切，我在公司国家给恁来打。胡静云要甲一个陈美安，吼、哦，两个合作。陈美安是即马美国上红台湾只有个30几岁尔。四月二日要甲免费什么的 OK 转演奏马勒复活，这是台湾人有史以来第一摆伫美国演奏复活。李少佳结婚片嘛也毋捌伫美国演奏复活，我咱有台湾走起来30几岁尔吼，但伊嘛是芝加哥新闻尔的，然后一个是上好的哦，查某的指挥家，一个是上好的表演指挥这场吼。面前嘛，应该是在维持就前，恁看迄个国家音乐厅的五月目录吼。我就是因为为着要听鲁宾斯坦，鲁宾斯坦讲要去日本，哦，啊，结果台湾无单位，无要来，我讲好，你无要来，我就去美国听，我听3摆就对啦，哦，啊，足感动就对啦，哦，因在传播的效仿，啊，我今年吼，甲相见恨晚，1月7日才听到胡静云的效仿就对，哦，可能是我听过单人，哦，因在上好的这个效仿的款，哦，所以大家应当袂记，哦。啊，那个伊个好朋友吼，那个李先生吼，伊伫面前伫迄个南岛遐吼，我以前我做我自己我讲讲我过去啊，办这个音乐欣赏会安尼吼，顺续去啊，面前是人间的迄个世外桃源就对啦吼，那个啊，今日吼，今日应该蒋化波蒋渭水毋是我来讲。伊个后代蒋朝根吼，蒋朝根先生吼，全世界了解伊阿公吼，蒋渭水上侪就是伊啦。我本来想要写蒋渭水的传记啊，怎个伊吼呀？我伫伊面头前唔敢写得着，所以我即马伫写，
好细位置，吼，那好细位置，伊就无多加拼，吼，呀，所以我即摆咧致敬伊也写得着，吼。虽然古早有一个黄欢祥1976写这蒋渭水传，但是迄本吼可能好细位置有十本传记，吼，那蒋渭水即摆才差不多一两本尔，吼，那伊来写绝对绝对比较精彩得着，吼，所以。今日哦，那来台湾讲，今日应该先挂国旗来讲，所以我蒋渭水来讲一出来就好，吼、哦。咱若有什么问题，你吼、哦，你只迄个伊比我较了解着吼。啊、哦，搁一个蒋丽蓉吼，伊、哦、是迄个蒋渭水小弟，可以看到。即个咱有上好的表演，但是咱嘛有足好的要办这音乐会啦，吼、哦。啊，蒋丽蓉是办音乐会一流的着，吼、哦。啊，也是是时代点嘛，去比啊，吼、哦。嗯，咱会使简单哦。林静啊，即我小学朋友，今日我已经吼、哦、差不多50年才毋捌见着安尼。要宜兰人无？即拢是宜兰的，要无？宜兰人要无？在座啊？哦，有几个啊？吼，是阮旧年吼，去啊陈秀丽，我即摆出版社交的。陈秀丽，即马出版社当时就是陈秀丽在伫遮安尼吼，遮伊有要甲即个所在变做山日本时代山水店吼、哦，我看了面也小可讲到即个山水店对不对？哦，山水店日本时代咱台湾人的文化中心分别杀了，1939就开始啊，甲移办了吼，即只店遐王国正先生吼，啊、哦，今日有真侪王国正，已经救了王国正，哎，对不对？哎，对，这个部分 ，OK， 那个，哦，我讲这，伊对文化运动也是那个音乐运动，吼、哦，并讲二战先就是个人做得着，喏、哦，啊个十档这只开始，啊十档这只开始，吼、哦，伊一路做办这个严禁非常的轰动，啊戏剧运动，甲这个张维焕，吼、哦，哦伊嘛做个创运动，啊即卖，那个中文馆要办10次嘛是帮忙，啊现在。那个陈春波啦吼，即款伫点上陈春波表演出来站吼，嘛是伫遐那个吼，也出出入入吼，所以伊是足重要吼，日本时代的那个。啊，好嘞 ，OK， 好，好。哎、欸，迄个但是我今日袂讲伤长啦吼，所以大概会准时9:30以前结束。昨昏吼，检察人吼非常精彩，讲到迄、那個。公开月迄个10:30，应该处理个12点嘛。我今日9:30就迄个结束。啊，张医师，你也使来讲一部分话。哦，我去讲好啦。啊，也是蒋超根。来，我来你说话。我今日跟你讲过，你先讲。好，啊，我看明仔再个叫人做小可迄个包装吼。